第二十五题，大雄透过平面镜看到身后墙上电子钟的相为12:55，请问此时真正的时间最有可能为下列何者？我们透过平面镜看到身后的墙的像，就如同我们上课做过的活动，以及老师放了投影片的救护车119那样，它会反过来左右相反。所以我们的上面显示的是12:55，我们把它左右相反之后，会变成大概是22:51。所以第25题问我们说，请问此时真正的时间最有可能为下列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22:51。